今年是新北市立淡水国际博物馆成立18周年，官方是特别办理系列活动，每一个月推出不同形态的体验活动。新北市文化局长龚家文是特别抢先开箱介绍德智历史央行推出的淡水国际微型博物馆，带来的游客游赏淡水区12座文化资产甲因专属的光影故事。今年是新北市立淡水国际博物馆成立18周年，特别推出光影淡水18岁亮世系列活动。每一个月将推出各种不同形态体验活动，后代将用特别的视角重新认识新北淡水的古迹。日前，新北市文化局长龚雅文特别抢先开箱在德智历史央行推出的淡水国际微型博物馆，带领游客一拜了解淡水区12座文化资产甲因专属的光影故事。我们这一次微型博物馆，除了把我们12个不管已经在提供服务或者是即将提供服务的一个据点，透过这种微型的一个方式介绍，让大家认识。我们真的把五感统合，全部在我们的一个展场的设计跟活动里面去呈现出来。局长表示，淡水国际博物馆是淡水真济分散古迹的集合体。今年刚好是成立18周年，特别推出筹备将近一档的展览——淡水国际微型博物馆。来访的游客在这档展览当中，会当看到国际馆的缩影，也会当初步了解本馆经营管理，也是未来即将开放的国际点。看完展览了后，佫照着兴趣安排实地走访，让国际之旅更加趣味。我们就分别用不同的运势来代表不同的特色。举例来讲，像我们木下静来，他是属于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美术家，所以我们用学业运来代表，希望学生能够多才多艺。所以只要大家来了这边一趟之后，就可以了解我们所有的古迹点，也从德智历史这边走到各个古迹点相对的位置，也能够告诉大家每个古迹点比较适合哪些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参观。淡水国际博物馆馆长表示，为了大家用更简单的方式认识国际特色，内容照着国际类型也是几大块人物分作事业、平安、财富、学业、运势。比如讲，学业运势，就是淡水木下静来古迹，也个后尾小学校礼堂。四种运势当中，各种文化资产的历史故事转化成有看、有听，也是当蒙着互动游戏，或者是用着放大版的 MP 做到后尾小学校的相关知识等等。由于当中也有真侪惊喜，本上无人知影的国际小秘密。另外，也有360度有迹可循，电视国际模型甲360度 3D 影像。再加上文化资产一摆了解，同时阵了解相关位置，游客会当更方便前往参观。记者许端以新北市采访报道。